I'm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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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 Until August, darling. I let my head down if I want.今天这个呢就是 Etude TV 的第一集 Try Test Video Series。 今天呢他们给我 Try and Test 的就是这一 set Zoom Zoom Collection。 我相信呢你们应该都是听过 Liquid Foundation 还有 Cushion Foundation， 可是现在他们厉害了，他们就出这个 Jellyfish Blur Balm。 它有什么厉害呢？其实它是 Special Made for Summer 的，所以他们就有这个 Cooling Function， 就是你擦在脸上的时候你也可以 feel 到哇有一点冰冰凉凉的感觉。这个 Jellyfish Blur Balm 呢它就有四个色号，然后我用着的是噔噔，就是 Neutral Beige，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比较 Malaysia 的女生比较抢手的啦。这个 Donner Duck 呢它是紫色的 Color Correction， 就是适合给一些皮肤比较暗沉啊比较蜡黄的女生。这个 Pluton 呢它就是青色的 Color Correction， 然后可以修饰泛红的肌肤。第三个呢就是 Daisy、Hello，他们好像放错了，是这个欢笑味啊。这个呢它可以提亮肤色，而且还很适合一些黑眼圈比较深的女生。其实也只需要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这个完美的底妆。第一个呢就是用这个 face blur， 嘿嘿，接下来就是用这个 Jellyfish Blur Balm， 真的是很可爱，它连包装都很 cute。 其实也不需要讲很大力的去推，其实你轻轻的推呢就可以把它推均匀了的。最后一个呢就是用这个 Season Soup Powder， 包装也是非常的可爱。其实呢它的粉呢真的是很细，而且它还有控油的效果，可以让你的妆更持久。前面 try 了这样多 products， 也是讲解了这样多，我觉得你们对我还是有一点不相信，所以现在我就来做一个 experiment。 而且我要跟你们讲先，这个妆是我拍摄了几个小时过后留下来的，所以这个实验呢是千真万确的。平时如果你有化妆的话你都会明白的，比如讲听电话的时候你拿起来你一定会觉得你的电话有一层东西。可是你看啊，我现在就做实验给你们看，看我的 Hello， 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真的没有骗人的哦，不是他们过后 add 上去的， trust me， 这个是我的电话来的。是不是还是不相信我嘞？现在我就玩大一点喷水给你们看，哇真的是很牺牲哦，他们刚才还叫我要喷多一点哦。上厕纸，看到了吧，厕纸上面出了水，是没有我的底妆了，厉害嘞，三个 step 罢了啊，就可以有这样完美的底妆。这次你相信我了吧，我拿那个电话这样子压在我的脸上了，水也喷了，这些 product 我已经帮你 try 了也帮你 test 了， perfect， 你可以放心的去买。今天这个 try and test video 就到这里啦，你们还想要看什么呢？记得在下面 comment 让大家知道，记得要 like share subscribe， 还有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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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 it's you August darling， 拜拜。哇我觉得我这里会有点 cake 水耶，现在如果妆化了就很尴尬了啊，他们就要看到我素颜了。小姐是在浇花吗？小姐，我长得像什么花？校花。